看柯南，真的、哦哦、好，下次再多看一点我们的节目好不好？啊、我多看一碗，冲！好，来现场写 no no， 就叔叔一个人写 no no， 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 no no 啊。穿金缕衣的 NONO 呢，他想要占有其他的天鹅，所以他把王子给推倒了。哦，对，所以他是凶手。魔王都准备好了哈，那你说 NONO 标准答案？别看了，冷静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哎，季宇神仙，要不要帮你拿针？你还敲我狼嘴，你打针都来敲我狼嘴，太糗了。那你要是看到其他人在前几集里面那个样子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标准答案是 NONO， 是 NONO 弄伤了王子。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可能？啊、怎么会？我要让大家看个仔细，为什么是 NONO 弄伤了王子？来，爆笑写真馆，倒带 ，Action！ 大家还要记得是怎么转的。飞越有效吗？有。原来之前误会你好吗？好的。回到事发前三分钟的时候，嗯哼，嗯，好，记住哦，第一张照片就事发前三分钟，好了，什么都还没有发生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各位准备好了，爆笑写真馆真实重演 ，Action！ 好啦，各位男女舞者注意啦，今天呢，身为艺术总监的我，哦，要挑选出这一次在国家剧院公演的女主角，嗯，好不好？希望待会四位女舞者好好的表现啊、哦！有没有听到？嗯，马上来验收各位的舞姿，好不好？哪一位是我的头号公主呢？王子，我来了。好，准备哦，转圈最重要，转得漂亮。开始。对，啊，那边会不会啊？转好，转好，转的。哎呀，停，看看看，停。新秀，我们要多给他一点机会。烂透了，换下一位。换我了，我才是公主。对，来，停，等一下，你的手是鸡爪是不是？人家的手多漂亮，来，刘真老师比给他看，有没有？要这样。我的手很漂亮、啊。你这是什么？你什么东西？在装病啊？他是蛇蝎美女了。神经病，站好一点，来，来，王子转他，开始。对，转，再快，这么慢，这个，停，王思佳，你回去有没有练习啊？有啊，有。你刚刚在干嘛？转把七彩霓虹灯是不是？转太快了，慢慢转是不是？对，慢慢转。我看你干嘛？看你转啊，走开！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，总监，给他个什么机会啊？总监不会说脏话的，好，哎，来，对，有机会，准备啊，王子，转，哇，会不会啊？来，正转，好，反转，再来，快点，转快点。全班那个平衡感最好的同学，好不好？你是说压轴的女主角吗？对，真的吗？可是每一年都是她哎，没关系，今年再让她压轴演出好了。OK， 来，蔡同学，你好。国际级的芭蕾舞，当中还这个夹杂着杂耍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创新。对，你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技艺。刚刚那个可以再表演一次我看吗？嘿，来，开始。一颗，现在两颗，嗨，来，准备，嗨。
圈哈、哦，来准备，王子，请转。压轴，你的衣角流汗了。霓虹灯。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出去。不够快耶，应该再快一点。他就要看到转圈越快越好。预备 ，Go！ 起飞停油灯，小心！什么东西？你刚转那个什么东西？我会转圈了。人家自己转的多漂亮，你帮人家转的都不好。前面三个怎么转都跌倒，你到底会不会转？站好，转给你看。站着顺时钟，扶他的腰。你刚扶肩膀怎么？扶他的腰，扶好就一把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！示范后五秒就是这样子，就因为总监看不惯那个王子，他觉得他根本不会跳，他一转就把他转受伤了，太难想象了，真的，居然是总监所害啊！对，其实这里有一个全世界最会转圈的人，唐崇盛，来掌声欢送总监，对，来转一下来，那我们请那个一号女舞者来帮他转来，预备。转圈啊，来，预备，转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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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轮盘 ，OK 吗？自己转，不要轮盘 ，OK 吗？再来，好，开始 ，Go！ 出来你真的会转哦，真的是会转，他的头是一直定着在看一个地方的转法。以前学溜冰都是这样，转的时候应该是这样，没错。头带了，用头来带。哦，是哦，还好我有练过。哦，不然这一关就没办法。我们赶快进下一题好不好？来 ，BJ Go， 来，恭喜啊！正确的答案是 No No 弄伤了王子，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好，这就是今天的爆笑时间。